冯提莫凭着甜美外形及肤好干好，不仅在直播间享有超高人气，更成功进军演艺圈。过去在直播时，曾有网友发现他有个年纪很小的妹妹。近日冯提莫分享了他和家人的合照，照片中瘦小的他穿着宽松宝蓝色外套、黑色长裤，一旁妈妈黑色连身裙，打扮很年轻，一双手搭在他的肩上，母女俩看起来个头差不多，同样是娇小型美女。站在两人中间的是还在读小学的妹妹，小女孩留着平刘海妹妹头，身穿白色 T 恤牛仔吊带短裤，学姐姐冯提莫用着小手比出手指爱心，和姐姐自信的灿笑不同，妹妹笑得有点腼腆害羞，不过姐妹俩的眉眼神韵笑起来的模样颇为相似。有趣的是，个头瘦小的冯提莫不忘以自己的身高当调侃，冯网友：妹妹快有我高了，请问还有几年超过我呢？只见妹妹的高度约落在她的肩膀位置，外传她的身高仅1.5米，妹妹想要超过她应该指日可待。